只要阿令唱的歌你没有反应，就代表我成功了。谢谢，很开心今天又能够站在这舞台上面见到大家。今天带来的歌曲很难，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帮我一起完成它。结婚没有用我的失恋无罪哦，因为接下来我应该会出一些更多温暖的歌曲。我想要你好好的，你好吗，亲爱的？歌词。万一要上台唱歌怎么办？让我来。他在家里面一直在练滴滴答。